里呀、啊、天真冷，我到驾校报了名，报名后我就学理论，我的老天哪、啊、看书看的我那两个眼睛疼。二月里天虽凉，可以满足我心情爽，连喝两碗胡辣汤，我的心情啊，啷个哩个啷啊，啷个哩个啷。三月里我连个儿，真是一个小姊妹，长得温柔又可爱，我的心儿啊，好像和大树林去游回。月里我心情好，不了初三早了跑，转弯转到绿化带，我的教练啊脾气大的好像吃了炸药包。五月里我有点远，每次早饭就发车点，没有力气踩刹车，我的教练啊九点把我骂到十一点半。六月里天最热，心情学校下了雪，车上空调打不开，这个老别音大家说他坑爹不坑爹。七月底我可儿过，多亏平顺我念佛，俺妈竟然这样说，我的亲娘啊，以后考试我就念阿弥陀佛。八月里我连客栈，白城道上转一圈，路上车辆特别多，我的俩手啊走的都不稳方向盘。九月九重阳节，我却依然在电车，中午饭堂停了水，可怜宝宝啊，饿的我是想啃我的牛皮鞋。十月里我胃疼，没有时间看医生，为了脸色我得胃病，我好委屈啊，俺妈知道那得更心疼。十一月跑客栈，阿弥陀佛念了八遍，一路绿灯一通过，我的佛祖啊乐得我呀那是喜呀喜点点。十二月我运气到，可是哥哥我拿驾照，考个驾照用一年，我的伙计呀你们可别把那大门呀敲掉，你们可别把那大门呀敲掉，你们可别把那大门呀敲掉，你们可别把那大门呀敲掉。